接下来第四位啊，大家好，我叫做贺文昌，来自海口市交警支队法制宣传科，我是一名博警。博警就特别招那种管理博那种。管理微博微信。哦，听说你前段时间参加了一个节目，是被称为那个 Hip Hop Man， 海南警界的 Hip Hop Man。 那你要遇到就执勤的时候，别人那个违法了，你会不会也会所有的问题都要用 Hip Hop 的 beat 回答，是不是 DJ drop the beat。 Yeah， 我的Everybody say hey。 不系安全带，不准开车抽烟喝酒随意丢垃圾，不准超速行车污损遮挡号牌，不准私自改装车辆违规超严超载。 Every year a lot of people got traffic accident rip out that accident from breaking traffic rules. If everyone obey the traffic rules, it must be safe to the walk and roll。 哇塞，你看后边，后边这一段重庆话多好啊。对，所以说呢，这个开车的时候不要摇摇晃晃，想学习交通规则记得看天天向上。哇哇哇，太棒了。